Hello， 我是 Coc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家庭全家拍全家福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化妆师现在来家里给我们化妆，我是最后一个化的。然后其实我化妆好会比现在更难看，大家可以会呢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是素颜更好看的，不可能。Let's see， 化妆师不服，他说一定把我化的比我现在好好看，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热闹，有点熟悉的感觉，好像觉得年轻的时候。你是要早起去那个化妆？这个已经搞完了，在上课。好吧。嗯。现在也挺年轻。Hello Max。Max。你呢？那牛仔裤一配。啊。嘿嘿。哦。准备好？你头发弄好了，你再戴帽子就不好看了。Hello。You too。你做什么呢？啊？米可马上来了，嗯，走，我们出发。OK， 全部都化完妆，穿好这个复古一点的衣服了，准备出发。来，大超哥。嗨，大家好。他跟没有换衣服一样，就跟平时是一样的。我们变化比较大一点。你换了，很棒。哦，你也搞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去的是哪里？去 Tasty。去 Tasty 不是 Laguna 了是吧？对， Laguna 那边下午的时候呢，吃饭人太多了，我们拍摄不会很顺利。OK， 那 Let's go。那来点危险动作，逗他玩一下。哎呦，对，good。OK， 转回来一起看阿姨。阿姨呢 ？Good boy。他鼻子呢？爸爸的鼻啊、哦，对，爸爸的嘴巴呢？在这儿啊！而且你们俩一边一个，跟爸爸一起走过来。Go go go！ 你来吧。好，我们那个摄影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你的这个频道，还是不用了，摄影师害羞了。那我给大家贴一个你的那个就可以，我发一个，好，拍得很好。不是要举三个，就是举两个，然后要举一个。我觉得还好哎，我有种回到年轻时候当模特的时候的感觉。但是你们好像很累的样子。我们累死了，对你来说小 case。天啊，这才拍两个小时，真的还 OK。我喜欢。哦，你也喜欢，我丽丽也喜欢。敬业精神，看到没有？我不行了，我腰快断了。我喜欢。那 OK， 我们下一站吃披萨。好、啊。Go go go。
不买一盒糖他不走，你看现在买了个糖还自己抱着，嘿，是不是这个坏蛋 OK 小气鬼，还不跟姐姐分享，小气鬼。